开放菜的第一场奇趣实验，太阳人啊，让他爬了。我真的感觉好有成就感哎，爆炎了，我的手毛。你别吃了，你有钱，我们走吧。亚洲最大的广场，广场你不知道吗？我们玩个游戏好吧？来吧，你们输定了。全是水，我如果掉下去，大家要救我。我们游，船已经没了。可以再紧一点吗，哥？手不要放手啊！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人叫陶成道，他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上面，然后点火发射。因为他对于飞行的大胆想法和实践，被后人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这样的人在地球上还有很多，他们为了实现脑海中天马行空的科学想法，不断勇敢实践，尝试着万人难以理解的种种行为。当这群充满探索精神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兴趣小组应运而生。这个小组致力于研究稀奇古怪的人类试验，探索有趣的科学知识，人们称之为开放派。然而，想要加入开放派并非易事，他们有着独特的选人标准。2021年，经过层层筛选，5位成员脱颖而出。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将入住总部特意为他们准备的开放基地，每天会收到一个快递箱，包含这一天的实验主题、指南和必要道具。现在请换上制服出发吧。走。到了吧，就这里了吧？应该就是这儿了。做的也太好了吧！哎，这个太好了吧，环境。哦，有篮球框。哇，篮球框。里面还有乒乓球。哇。哇，这就是 man cave。哇，这是一个工具间。哇。哇。哇，舒服的。天哪。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陷阱，不可能对咱们这么好啊。不是，等一下，这里面全是零食。厨房，看一下冰箱有什么。哇，冰箱里各种，还有冰棒。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好意思，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太舒服。哇，不会是骗你们来写歌的吧？3层专门安排了健身区。哇。这是超级大的东西。哎，这2张床哎，有这个，天哪，还让我们录节目吗？真有这么一个房子，真的是太棒了。等会儿谁想打球吗？去打打打，去底下打，要把这儿玩个遍，不然白来了。哎呦喂，快递来了，快递来了，快递来了。哦，这应该是大门。快递来了，不，快递来了。哦哦，已经放在门口了。啊，拿一下，拿一下。哎呀，是个快递，是个什么呀？啊！啊！啊！有虫，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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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真的进来了！你们都怕虫子吗？你看到吗？我看到了，是个蜜蜂之类的吧？关门了，关门了！不行，它没出血，没出血，别关着。你人呢？现在在音乐室里。啊，关门了，关门了，关门了。那不要去音乐区了。啊，不去音乐。那我们拆快递吧。这么个盒子里面是装一本书啊，午餐食材的采购费。你们猜这里面有多少钱？应该钱吗？不可能是钱，超过10块钱，我觉得这太薄了。哦，300，300。这里有一个实验手册，
什么回事啊？这么多字。哎呀！哦，还有一页。哇！哦，叶总都不开心，在干嘛这些？这是阅读理解。不行，我看到字多，我就头疼。我也不行。成员们，明天你们将来到加入嗨方派的第一场奇趣实验。好，到你了。已经在宇宙中存在了45亿年的太阳，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人类生存所需的绝大数量能源。无论是风、雨、石油，它的形成都是因为太阳。加起来有100多岁的你们，其实对太阳的力量知之甚少。嗯，就是我们不怎么懂太阳，对吧？不太理解。在大连由东上去做一天追太阳的人，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用不同的方式感受太阳的光与热。明天我们一共要做4个实验。实验有课题是：海拔高的人会比海拔低的人更早看到日出吗？海拔高的人，就是你高，这么个子高一点的。你是话里有话，话里有话，这不是话里有话。那好，第一个任务，乘坐气球升至5米高高度，其3名成员需�la往气球下端的3条绳索，确保气球不乱飘。我觉得5米有点太低了，太低了。马荣浩哥非要20米，可以吗？不是，主要是角度的问题，看你怎么站。就如果角度站的不同的话，搞不好真的可能海拔高的会比你早看到可能0.0001秒。嗯，但我觉得太阳的话，其实在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话，差不多在同时看得见，不是吗？嗯。能差多少？你看5米能差多少？对，所以你要是说差不多嘛，差不多它也有差嘛。我只是觉得，我推理明天就算拉起来4个人会同时看见。嗯，第二个实验，大连正午时光通过巨型放大镜可以做，要做一顿饭。嗯，可以烹饪火锅或者是汤。我觉得汤跟火锅有点太久了，直接就肉类吧。嗯，就如果你要快的话，鸡蛋最快。对，实验三是干嘛呢？下午3点的紫外线多久可以在身上留下清晰的痕迹？一定要晒成这样啊！这个太夸张了。看你自己选择。想晒在哪儿？就有效果就好，就看到。导演组的团队真是牺牲太大了。然后第4个感觉是个大火，剩下大连3吨的冰船能否顺利航行300米的距离？什么叫冰船？冰船就是一大块冰，一大块冰。我们坐在上面，对吧？坐在冰上，然后用船桨划一个距离。哎，但是这个冰哦，不会就沉下去吗？3吨怎么不可能不沉下去？它不是，你看有很多那个北极、南极那些大冰块都浮在上面。是不是最后有一题会写着？你看一下最后有没有写着？可以忽略，可以忽略。嘉儿，你已经，我已经被他们真的要有经验了。没了吧？没了。这就明天4个实验。天哪，我们能完成吗？你有一个时间安排啊。嗯。明天3点半起床。有大礼，我刚看到。3点半起床。凌晨还是他说是下午？下午3点半吗？凌晨3点半。日出这么早吗？对，日出这么早。现在是夏天吗？嗯，对，嗯。哎，我们要不要换个衣服，轻松一点？都在家呢。可以啊。哎，咱们是不是可以去洗澡，然后睡了吗？是的。哎，我们4个就一起睡吧。啊，一起睡吧。那我们先拼床吧，要不？睡这儿是吧？真的。地铺也可以打，真的。哦，你要放到那个地上是吗？我以为你说4个人要睡在同一个垫子上。太，一人一个脚吧。好了。好吧。脱衣服吧，嘉儿啊，不要关帘子，你确定吗？
你要运动一下吗？我先卸个妆。十一，十二。调一个闹钟啊，这个铃声本来不是吵醒彼此吗？我们四个人就一个铃声吧，就一样四人一个铃声，也可以是那个和声，你说那个这个声、我们四个现在就直接录和声吧，现在怎么录，就是直接录，就四个不一样的嘛。我觉得就这个合成了的那一刻我们该起床了。只要不睡就不涉及到醒的问题。哇，对，你看这个逻辑非常缜密。首先说怎么唱，那我们就唱个这，你唱可以随便的，就金烫毛巾嘛，就金烫毛巾这个。和声在一个字上面，这才能搭在一起，是一个长音才可以搭。毛，对，好，毛住了啊，你先。我没睡着。我睡着。
记得拿好那个什么实验手册。实验手册。嗯。天已经有点微蓝了。来吧，老司机，鬼位。来。哇。哎呀。走了，朋友们。哎，我觉得你入睡得很快。对。他应该是第一个。我睡得很快。那我听到你的呼吸声，然后我也。嗯。哎，看来只有我和浩哥两个人没睡了。反正等一下，我们的测验就是说，到底是站得高的人先看到，还是底下的人先看到，是这意思吧？基本是一起先看到的吧。我们对于这太阳来说太渺小了，是。我们升上去的时候要带什么降落伞吗？降落伞应该没有这项产品，我觉得。那谁上去啊？升五米真的有难。浩哥，我不行，我恐高，我坐飞机了吓得不行了都。真的，我很恐飞，所以我常年高铁。哦，你学我吧，浩哥。啊，师傅你也是？我常年自己开车。啊，你开过的？那感觉嘉伦是喜欢开车，你喜欢开车是吧？对，主要我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只有开车是最。就驾驶是你的一种乐趣。驾驶。对，放松最开心的时候吧。其他时候都是工作。我们应该快到了吧？哇，好漂亮！哇，走，到了！哇，好美的地方，好漂亮啊！这个地方，哇，好漂亮！漂亮！哇，好多，好像很多，很多什么？哇，这个气球啊，哇，这绝对起来了，这个是太多了。这个盒子起来，这个直接到太空啊。哇，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看过这个气球数量最多的一次吧。哇，这太多了，这个。那咱们四个都起来了。主要嘉儿，你的衣服跟这个气球太配了。哇。那么多气球，哇！这里就五米，这个好像比我们家里别墅要高哎。对，就是要高，高一点，高一点点，这样差不多。太美了吧！哎，看一下实验手册，说什么来着？升起之前选择一名乘客在实验班中。奇趣实验一：海拔高的人会比海拔低的人更早看到日出吗？用气球将一人升高至五米，其余三人分别站立在草地上，看到日出的瞬间举起旗帜，按照举旗的先后顺序判断不同海拔的人看到日出是否会有先后。不过实验的前提是有日出。我们还是剪刀石头布上去呗。怕了？我年纪大了，你饶我一命。饶我一命。但这个其实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对，我觉得嘉尔没什么太大问题。对来吧，竟然命运是这样。
那我们直接可以带东西了吗？还有实验助手啊，实验助手还戴不到，我好打下水上去。好好好，每个人都戴手套的。看你要戴露手指的还是不露的？有什么区别吗？不要，没有什么区别。就看你想酷一点嘛。好。啊，紧！可以再紧一点吗，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有点没有安全感。太紧。啊，哥，要再紧一点。这还是有点空间。还是紧。我真的太大了。系好了吗？停！拿着好了，师傅们。拿着绳子，哥，这里。拿着绳子，大哥，这里。拿着绳。哇，停！我这是疼。哎哎，可以吗？轻点啊，慢点。我们要慢慢松了，这儿。慢点松。手不要放手啊！没放啊，没放，不可能放手。这还是第一期啊！你放心，不可能放手的，不可能。你放心，不要害怕，放了。哎，松了，起来了。举手，我看到了，在哪儿？有点疼啊！勒了是吧？啊，我可以调整一下吗？来得及吗？来得及，快下来，下来，拉一下。你看，老师还是不够紧啊，这里还是很松，这里要再紧一点。好了，走 ，OK 吗？好疼啊，但是，来吧。那加点行吗？来吧。放吧。够高了吗？加点啊，还行吗？哇，好漂亮。漂亮。哇，你已经开始跳舞了。飞宇，你可能要再松一点，再一点点吧。OK 吗？实验助手，你们也帮一下忙啊！你们也按着那个绳，我没有旗子啊，让实验助手帮忙扔上去吧。可以把我升上去一点吗？哎，适可而止，飞不走。怎么还不出来啊？还有5分钟，感觉好像5分钟出不来的样子。
感觉好久哎，躺着快着了。其实这儿睡觉应该也很舒服。对，所以其实飞羽的回笼觉是在这儿。对，嘉尔的回笼觉在上面。不是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今天是阴天吧？不是，有，但从哪儿出来？怎么还不出来啊？这个真不一定看见，因为那边全是云，挡上了，可能看见，可能要九点多。过了三分钟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家里再等会儿。是这个吗？哎，我感觉他已经出来了。我这里看得非常清楚，是吧？我也看到了。我看得非常清楚，有，这下很明显，很明显。算不算看到啊？这儿看到了吗？看到他的影子了。我觉得这样其实就算看见了，因为他那个缝里面其实已经看到了。是吧？对，这个是的，没错。看到了，看到了。他在两个云的中间，他被云挡住了。我们已经错过了预报的日出时间了。对，他其实是出来了，但你看他出来刚好在两个云的缝里面。对，我没看见那个球啊，对，因为他有云啊，挡住了，挡住了。但其实看到了。要不先把他拉下来吧？你先下来吧。先下来吧。怎么样？一直在压着，很疼。我现在有结论了。什么？什么结论？我觉得这个高跟不高完全一毛关系都没有。没有关系吧？我自己也觉得是。但我怎么感觉我躺着跟地平线是平齐的，反而好像看到会比较。反正不要琢磨的太细致，琢磨太细致很多。都觉得自己是第一个看到。我觉得是同时看到吧。主要就是看你什么时候反应过来，哦，那是太阳。对。因为可能太阳太高了，我们高低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差异不大。对。纵使飞越地平线，成员们也已无缘看到日出。那么海拔的高低是否会对看到日出的先后产生影响呢？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这是因为地球是个球，站在比较高的地方，视线和地球的切点就会比较远。那同样的道理，站得高也看得早。在零海拔的地方，假如王嘉尔上升7米，那他就会比在地面上的同伴们早看到几秒钟的日出。事实上，因为地球的潮汐、形状不规则等等的原因，实际观测到的时间差会小一点。另外，如果你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做这个实验，同样上升7米，这个时间差就会缩小到0.几秒以内。虽然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太阳，但我觉得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美景也挺好的。对，值了，值了，值了。哎呦，腿都软了。各位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太阳人。哎呀，你在哪里？谁？太阳人啊。这太阳人是谁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太阳人。你在哪里？哦，那边有个亮光，那里。你们过来看看我。看见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太阳人。你是昨天那个脸很绿那个人吗？不是，我是红色的。就是。我会在10点、1点30分和3点30分准时到达你们的实验地点。记得那时候使用你们的三星折叠屏手机，打开你们的 GPS 找到我。等你们OK，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你怎么走啊？推走。哦，这车可以骑。哎，这个车好哎。
但我忽然觉得好物质，我们完全的关注点没有在太阳人，一直在这个车上面，没有人关注他，都在说这个车挺好。走走走，我是什么叫？做下一个任务吧，走吧，尝试一下第二个实验。我视频放大镜，要做一顿饭，不，这不可能不成功，能熟就行吧。走呗，先买菜。你有想过要买啥呢？买一点容易熟的东西，对，或者是已经熟了的。之前没来过大连啊？你第一次来大连啊？头一回来，很漂亮。对，天好蓝啊！哇，今天太阳很猛烈啊！哇，你演了多少小年了？七年了。2014年演的，你什么时候出道？2014年6月。哎，我们同年出道啊，是吗？哎，我怎么觉得你更早呢？我2014年1月出的道，是吗？哎，那你还是前辈。那你几几年去海外的？2011年底。2011年，嗯，底，2011年底。我也是。我2011年。七月哦，没有，我还是晚，我11和12啊。你知道太阳有一天就是它会熄灭的吗？会吧。对，就熄灭之后就好像就会变成一个黑洞。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我研究过，我研究月亮，如果没有了，有一天没有月亮的话，这个海水是，对，好像潮汐就涨了，对，对，潮汐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理？这个都不知道，可能得上去问一问。嗯，问一下月亮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月亮人，对对，你们太阳人，月亮人，一会儿问问月亮人到底怎么回事？这是谁管的这摊事？哦，真的是个超市。到了，哇，新农家超市，真超市。哦，哎，明明刚才那个。发达区，开发区，发达区。明明刚才那个开发区有超市啊，有啊，怎么走到这儿？这个最便宜的虾，不用到最便宜的吧？这个应该不是。我很久没有吃这个了，大鲳鱼。不是，你可以，但是不要在这个，不要再用那个太阳去烤它。这个做不熟吧？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虾比较好熟。你是老实说，是不是想吃虾？你就老实说。没有，这个有点说服力，你知道吗？就它本来它有说服力。什么叫说服力？说在一个沸腾的水的里面。对，你看本来是生的，它熟了嘛。但你午餐肉你放进去，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哦，那也是。它很明显就变颜色了。拿一买一条吧。对，拿一个就行了。啊，你们那个一条卖吗？四条吧，我们四个人。好，四条吧，四条。不需要这么多。啊，没有，他们啊，算了。我们哪那么多钱？价格想太多了。尴尬。要四只虾呀！我们来四个。要最小的吧，然后老板给便宜点打打折，不行就送我们吧。好，可以了，够了，老板，谢谢。浩哥，咱们要不要买麻辣？他主人嘣，他自己就开了。嗯，也是很直观的。扇贝那个，哇，那个太大了。8块4毛钱的。8块多钱？这个多少钱一斤？2块3一斤。哦哦哦。
你们猜四只虾多少钱？你应该老板应该不会要钱吧？不，像这种四只虾，老板怎么会要钱呢？是不是老板？不是，那也要钱。对，那可能是揍你，我跟你说。四条虾是多少钱啊，哥？八块四毛钱。八块四毛啊？四块一毛一只，四块一毛一只。你哎，你们要吃西瓜吗？或者水果什么的？可以吗？我还有290多呢，随便花。不确定啊，一人一个。我觉得两个吧，两个吧，两个，这两个吧。谢谢。哥，31.5块两个西瓜。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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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着点行。去楼上看看吧。去楼上卖肉，楼上有肉啊。哇，这全是卖肉的。牛肉，牛肉，特价，好像需要那个特价的。哇哦，还有菜，对菜。反正你们要想一下，我们那个火应该不是很旺的火，所以不用买太厚的肉。这个就很快，这是羊肉吗？这羊肉，牛肉，这是牛肉是吗？那我们买牛肉可以啊，这个很快熟哎。啊，对，因为很薄嘛，你可能拿着在空气里就一个口，要一盒。哎，这是什么？这是蛙子。给我来个蟹棒吧。我们可以买两粒吗？就每样两个吧。这个好吃，是吧？啊，可以了，老板，不用，不，这吃不了，吃不了。我们吃的比较少。谢谢。然后一看，最后是真的吃不了。锅，最后锅都没起来。这一共多少钱，老板？40块吗？这么多丸子，还有肉呢。41，41块。你这是还差1.4块。哎，那我们不要一粒丸子了。对对，你帮我去掉一粒丸子。对对对对对，你帮我们扣掉1.4块。我们买几个鸡蛋。可以可以可以。怎么选鸡蛋啊？鸡蛋不用选吧？啊，鸡蛋不用选。对，随便送，就看缘分。那就放在这儿吗？对对。但是这个也有重量啊。去完皮了。什么叫去完皮？已经不给它放在内了，这个。啊，是吗？啊，就它会把这个重量减掉。不算重量。好好好，啊，4个2.1啊，2.4块，2.4块，啊，有区别，有要钱是吗？啊，塑料袋要钱是吗？就放菜，就和菜放菜里，对对对对，放菜里还能保护一些，谢谢，不要钱，4.8块，哎，4.8块，8个，4.8块八个，是吗？是4.8块八个吗？对呀，啊，嗯，好。好，谢谢啊。嗯，走走走。要煮面吗？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哇塞，这饼老好吃了。10块钱4个，都要了吧？这。没有，我们只是看一看。没有，我们只是看一看。什么？只是看一下？浩哥，我的汉堡，他的寿司还有着落吗？没有，没有戏了，我觉得。没有戏了。这边就可以吃，家人选一个。我吗？嗯。一个，我就直接给。咱们现在花了多少钱了？我们是200呢，没问题，不用怕，不用害怕，直接吃了。你有钱，我们走吧。没有开玩笑。好，买点串吗？啊！我们300块是这一期还是每？就这一顿。到结束。这一顿啊，这一顿。4个羊，4个牛吧。嗯。浩哥，哎，要不要买个牛排？这块吗？小的就行。40斤这个，不介意。好，浩哥，对，好好，我学习还行，不怎么贵。这个5毛给错了，差点出事了，差点出事了。把这个纸漏了，那个我们就放在这里兜里呗，这里。放兜里吧，放兜里吧。我们还是有钱吗？有，还有180。走吧，还有什么要买的吗？差不多了。那走吧。实验2，通过巨型放大镜，可以做熟一顿饭吗？
调整放大镜的方向，使太阳光尽可能垂直穿过透镜，汇聚到焦点。由于光线的汇集，焦点处的温度会飞快升高。在焦点温度最高的位置摆上炊具，尝试用太阳来做一顿午饭。太阳灶则是通过汇聚镜面折射的光线来升温。来呀，来呀！哦，就在这个大这这儿，你看，放大镜是那个。那给我们的那个放大镜干嘛呀、啊？透镜你肯定有它的作用，我觉得。这什么、okay. 没有？有，都在这里头，应该。锅应该我说放在这儿。嗯，对，锅应该是放在上面。嗯。这个怎么弄啊？到底？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应该就是调试它的哦，是这样的。它有个哇，你看到没有？它有个这个字。哇，这个光真的很亮。试一下，会很烫吗？还好。有点温度，但是可能得等会儿。这真行吗？来吧，来吧，先开始吧。这是什么东西啊？碳。为什么会有碳？因为烧烤嘛，烧烤就要放碳嘛。啊，所以是把那个碳给它搞热，你才能烤吗？对不对？哦，那如果是这样，那一会儿再开车回去买点串吧。看这串蛮少，砸一砸。来吧，浩哥。好好好，我先给他洗一洗吧。洗一下吧。嗯，我是眼花了吗？没眼花，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但确实给的就是这个。哦。这个锅非常的干净，喜欢就是有阅历，不知道之前经历了什么。原生它有故事，对，故事转到了我们手里，我觉得啊，这应该不是一个坑，有故事，有故事。没有，这我觉得是要往，哎，我知道了，对，再往里挪一点。咱们有没有什么类似蒲叶扇的扇子呀？他们着之前，扇一扇烟，人先要着了。先着了，我刚刚手放在这个旁边，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手套着了。这是加肉用？这是加肉的。要买肉了，没有买那么些肉。Oh, bro！ 着了，着了，浩哥，着了，冒烟了，真的假的？这么快吗？着了，那么快？着了，成功了，可以了，可以了，着了。这什么挑战？这太简单了。什么挑战？开放什么挑战？这是串在哪里？串不见了啊！对，烤串来了。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这烤之前要刷点油，这样它就不会粘在这个烤架上。好了，这温度差不多了吧？这个有戏吗？这上面是不是漂浮了一下？这儿不热。我们是不是要拿那个镜子啊？是这样吗？任务卡上不是说什么把什么什么什么点集中在水上吗？我只觉得好像水还没沸腾，我的手要沸腾。怎么搞啊这个？所以他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吧？那个卡上不是说什么对焦在水上，是吧？但我不知道，对，有一个人一直在拿着，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我可能比他早沸腾，因为这个真的哇，对，这个一个不小心就会烫上。你别往里伸，有用吗？很冰，很冰，对，越来越冰。不对，我觉得你先别拿，别拿。我先这个是最热的，这个，所以我们要调整它的这个方向吧。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我没对准。你看它总是在我这个边。再往这儿来点。再拉点。它得转转。可以了，可以了，家人，可以了。但它没有对在那个正中央哎。你怎么感觉差一点点？我再拖一点吧。
你看他总是在我这个边，再往这儿来点，再来点，再来点。哎，我觉得真的可以再拉一点，真的，就他没到最中间，我觉得他烧的是这个架子，我们可以再来点，可以正中间。下轮再拉去树底下走了。哎呀，差不多哎，开了，已经开始滚了。哎，肉真买少了。哇，97度，哇，完全熟了哎。哎，好香啊！怎么会这样？我感觉买少了。老板，哇，我不敢相信啊！真的，用太阳可以煮饭。我真的以前只听说过这个，从来没有没试过。对，这个自己操作一下也很难。以后出去可以跟人嘚瑟一下。可以，来个这个，来个这个。这风太大了，油油我觉得可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嗯，行，就显得富有。你看老板都是那种，像一砸会好像会有火。浩哥原来是制作人吗？啊，是啊，就制作个原来是卖烤串的吧？这串是羊肉串制作人吗？就这么来回颠。他其实要把油颠下去，这一下就找有火就更好吃。他颠完油都在我脸上。你这熟不了，熟得了，反正。冒烟了，冒烟了，我的手毛。冒烟了干嘛？没有，刚才瞬间这里，你看一根毛被烧掉了。对，哇，那么烫，但刚才那一下就冒烟了，我忽然觉得我手着了。别，我有手套，我才行。别。哎，我不知道这个熟了还是没熟啊，这没有没有。但我摸的时候就烫的呀。它熟了之后会。等会儿啊，锡纸是吸热的。对，不是，其实扇贝特别容易熟，可以，只要它一冒水，它就熟了。哎哎，也来了，哥，那些办法旁边。哇、哦，看了看到吗？可以啊，哇，太香了，哇，沸腾的水，我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对不对？哇，我真的感觉好有成就感哎，哇，精彩，哇。哇，这个牛肉一定很香啊，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们竟然用这种方式煮到了我们第一份牛肉。浩哥，你可以煮面了。好好好。主要这个锅太小了。嗯。哟 ，Oh my god！ 这边这锅厨余是什么东西？这已经是那个肉过后的沫了。算了，还是这边吧。真的要拍吗？我觉得拍直接拍这个完成品比较好，这个过程就不要体验了，体感很差。这碗面条熟了吗？我在搅它的过程中，我就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就是人类可不可以吃。怎么样？我来尝一口，我来尝一口。要不要加点盐什么的？嗯。加了盐了吗？嗯。味精什么？赶紧给我找个地方吐，快点。这，快！为什么？因为刚那一锅是羊肉汤，还有咸，很腥的那个啊，肉味在那，因为那个沫子都吸到那面了。可以了。可以了吗？你，嘉哥，那来吧，来，这人生第一串用太阳烤熟的串，这个，我们感谢一下那个是金浩毛巾吧，感谢，来感谢金毛唱毛嘛，然后我们来个混音的，唱毛那种干嘛？感谢，所以是成功的太阳能，成功，嗯，那好吃，好
好吃。下次再有这个任务，我们就买这个。成功了，我这都。它是不是没有熟啊？有一点点熟啊，有点点一点点。不会，不会，那做什么？那牛肉很多都不吃熟的。这是牛肉吗？啊，羊肉，啊，羊肉，也没关系。因为它的血都吃。你两把鬼完全是两个故事。牛肉本来就是，那什么就是牛肉嘛，羊肉。哈哈羊肉。哎，可以了，都糊了，糊了，糊了，全都开了。安全可以吃了吧？嗯，可以可以可以，嗯，可以可以可以。不相信你说的话。我们应该发明一个可以把太阳的能量储存下来再用。嗯哼。嗯。就存下来。早就有人发明了。是吗？对啊，快点吧。家庭很常见的家庭，但我没说过。嗯，我想了一下，这个事还不是特别的复杂。我家好像某个东西就可以。嗯，岂有此理！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啊。我们那个任务卡在哪里？成功了，我觉得。羊肉串都吃那么多了。好了。哎，我们吃一点啊，我们一点都没吃哎。是吗？鸡蛋羹的煎蛋煎出的鸡蛋羹那么清淡，对，吃错了。蔗黄。说好了，我们之后约吃饭就直接来这个公园吗？我是有点大人。用这种方式吗？嗯。提前去买菜。又糊了。不过老师说来之前啊，我以为啊，就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很简单。啊，一对那个焦点不就完事儿了吗？嗯，来了之后还真的，经过一番研究，还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嗯，是不是？有点意思。嗯，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对，这个体感非常好。刚好今天又太阳这么强。对啊，太阳又那么大，这可能是那个太阳公公，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然后这一关让我们再见。你就往这个方向想，只能对，你往这个方向想，等会儿可能就不那么想。我们目前为止两战两胜。这早上是觉得自己胜，难不倒我们，难不倒我们。但我也是觉得早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分工很明确。对，就我们现在这盘，我是觉得就分工就比较明确，就每个人干什么，你看你搞那个，你搞那个，你洗。但其实我们这次也没有说，我们来这儿也就是自也就是自己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也不大。你拍照了吗？还没有。没有。怎么拍？我来。反正打开之后，哎呦，我加片肉啊。啊，加个肉，我加个蛋啊，不，再加个这个，加吗？一、二、三。我们来找下一个这个。太阳人在哪儿？要去晒那个。对对对。好，我们下一个地方在大连一方城堡。一方城堡，嗯，应该是不旁边是海，旁边是海，旁边是海。哎，我们要快点啊，不然的话太阳下山了。走啊，走吧，走啊。哎呦，哥，最重要的是安全带，对对安全带，对对对，一点不安全怎么办呢？对对对，我不戴安全带坐不了车，害怕。哇，这说回来，我真的觉得这个太阳煮饭，我人生第一次。嗯，而且你也是第一次吧？这肯定，有谁不是第一次？师傅，这里是这里啊，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亚洲最大的广场。亚洲最大的广场啊？对，现在广场就是。百货公司，百货，不是商场啊，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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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广场就是一个空地，公园，不是，就是空地，广场嘛，就一个地，就是一个广阔的场地，所以最亚洲最大的一块地，这一块空广场。广场你不知道吗？就是有一块空地的，就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场地，广场。就是公园吗？没有公园，没有设施。有设施就是公园了吗？那就是一块平地。
对。那广场舞呢？是啥意思呢？广场舞就是一块平地上面跳舞。广场舞是一种精神。对对对，广场舞是一种精神，就随时随地，就不一定非要在广场，对，哪里都可以。实验三，在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晒太阳，多久可以明显的晒黑？下午两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暴露一部分皮肤在太阳下，保护好其余部分。一定时间之后，揭开保护皮肤的胶布，通过晒出的图案的清晰程度，判断多久可以明显晒黑。来吧，来吧，那个叫画吧，来。我们的膏药呢？在这儿，在箱子里。我帮飞宇。飞宇，我帮你。你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你不是说弄一个悠悠球吧？弄两个悠悠球吧。这样吧，来吧，这个先画，我们就 free 了啊。嗯。哎，其实你把这个敷在脸上也行，不是敷脸没法工作了。加尔是仪式感。加尔，你这是个啥？调音台哥。哎，你让我帮你从这里到这里印一个推音台吗？啊，调音台。调音台就是就这样推不就好了？啊、或者是一条从这儿推到这儿。你家这条是什么东西？这个按。按键按下去，看，我不是你想要的，你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来，飞宇，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样吗？帽子吗？这样吗？有点贴反了吧？这个。哦，你的意思是反过来，这儿全都是膏药。你要是镂空的。哦，其实我们都反了。哦，对，你这样贴，你是这样，你是等于把这个手变成黑色，这块白是这意思吧？啊，那我知道了，那我没事，我手表弄个不反了。搞反了，这什么东西？手表啊。几个了？两个手表。啊，好，两个。我觉得 OK 了，像不像哑铃啊？哦，这个好。我在机场怎么跟人家交代啊？我觉得人家看不出来是哑铃。哎，你站远点就行。要站多远啊？十米可以吗？这什么，我站十米你看一下。哑铃啊，这是个哑铃。你贴东西了吗？你有贴东西吗？镂空稍微有点大。要我拿这个，你就我拿冲胶布把这玩意儿扒上去。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对吧？行，这个多麻烦，你看这个，行，很硬嘛。来，这不，别，最后了，不行，这边手，那不行，太多，人家都要问本人什么意见，到我这只问你的意见。他有问过我意见吗？有啊，刚一直在问你要什么，这不是你要的两个悠悠球吗？这是悠悠，哪里是悠悠球啊？不是很明显两个悠悠球吗？我这里只有一个悠悠球啊。对呀，你贴东西我看一下。这么大，我对不起，我刚没看见这贴东西。哦，你这个反正也是一种吧。一会儿撕下来的时候，不就每个人都哇？可以吧？还可以啊。哎呀！
哦，这有一个紫外线测试仪。嗯，说什么？就是伞下和伞外，嗯，这紫外线大概达到什么程度？到达什么程度？就大概伞外是3000多，嗯，伞内就是200多，200多，差那么多呀、哎！太晒了，我就差太远。被晒黑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晒黑其实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产生的黑色素可以吸收掉过多的紫外线，对我们身体内的深层组织起到保护的作用。紫外线呢，具体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UVA、UVB、UVC。UVA 呢，它的穿透力比较强，使我们的皮下产生色素沉积，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晒黑了。UVB 呢，它的穿透力不是很强，但对皮肤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大量的暴晒之后呢，容易被晒伤。UVC 是能量比较高，对生命体有比较强的杀伤作用。不过还好，我们的地球当中有臭氧来吸收这些 UVC， 使得地面上的生物得到保护。啊，我整个人要干了，可能是毛巾吸水吸得太厉害。啊，果然，我也把吸干了。我们玩个游戏好吧？玩个游戏嘛！求你们了！求你们玩个游戏嘛！说，可以玩个游戏，用西瓜纸吐在脸上吗？就看谁切的多。对，这个自己吃西瓜呢，吃完西瓜这个西瓜纸呢就往上吐。这么厉害，这位置也挺好的。哎，你玩过？来吧，你们输定了。就你们俩可以单挑一下。来，5次，你先。不是我，等一下，你先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后面。别捧我一脸，别我接的比他还多的给我。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喂喂。哦，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哎，30:10，我觉得你看一下啊。好呀。我觉得有了，有了吗？啊，没有，这还没有啊。嗯、啊，在哪呀？哥，你的呢？不是，哎，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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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成了，成了。你成了吗？隐隐约约吧。有。即使不用证明，我们也知道这个玩肯定成功。我从小都经过无数次的证明了，帮他试一下看看，到点了。哎，我感觉他考不好是最成功的。哦，也没戏。没有成功了，看出来了，我们就晒那么一会儿。来，1、2、3。走吧，我们来找下一个这个。太阳人在哪儿啊？对对对。我一直在打，这个叫什么？打哈欠。哈欠呢？那这个呵气这是什么？喷嚏。啊，喷嚏。嗯。哇。为什么哈欠会传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呢？条件反射。比如说我在吃菠萝包，你也想吃。那你看啊，我打喷嚏，又不是显得你会打喷嚏啊。对，不一定都会有条件反射的。但哈欠就很大机会。这哈欠就可以，比如说，
哇，这个哈欠真的会传染的啊。啊，是在摩天轮底下吗？应该不是那种特别险峻那种地方，就是暗礁把我们推过去那种。对，应该是游乐场，有海滩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必须看看，我忘了，记性不太好。三吨的冰船能否顺利航行300米的距离呢？实验工具是冰船，冰船应该就在后面了，这个吧。滑动冰船向浮台，说浮台就前面那两个旗子那里，很近吗？对啊，你是觉得太近？对啊，我以为你以为是那里吧？起码都要到那里吧？对不起良心啊。在浮台观赏日落美景啊，我们几个划上那儿之后，在那观赏一下美景，拍张照片。那太阳人去哪儿？现在太阳人可能去换装了，他可能晚上要当月亮人，来不及了。我今天走了一天，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完成。完成之后，你体验到了什么科学？你再讲出来。目前为止，我体验到就是我一辈子都没有恨过太阳人这么恨过，没有恨过一个人恨到这个程度。就以前你听说过太阳人这个人吗？太阳人，以前你的朋友有点太阳人了吗？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很近嘛。问题不大吗？啊，那冰上不滑吗？没事，你拉着我们几个走应该。我拉着，我都怕拉不着，我就已经滑下去了。你会游泳吗？不会。啊，你不会游泳？对，朋友。真假的？就是我如果掉下去，大家要救我。先去参观一下冰库吧。进去看一下。我希望它是一个船，我不希望它只是一块冰。哎，你先别开，你开了冰出来了怎么办？出不来，水难。哎，我们这个冰，哇，哇，哇，哎呦，这真的是冰，很冰。哎，我觉得安全嘞，我掉不下去。不是，我们是坐在上面，然后通过这个轨道冲进海里，冲进海里，然后不用滑也就到了。换衣服，换衣服，走吧，换衣服吧。这是什么？潜水服吗？先拿衣服，先拿衣服。冰那么凉，我们该穿的厚还是该穿的薄一点？穿的厚。穿的厚吗？你们到底要去哪里干的？我就觉得我整身都好像穿了真汗毛巾一样，这他们这么温暖。其实我们可以带几条毛巾，吸一吸汗，因为它吸水。嗯。夏天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捂着毛巾也那么凉快，因为是真汗毛巾。太吸水，我昨天洗澡的时候也有用吧？是吗？我只擦了一下就干了。看它有多吸水。你看，完全。完全吸住了，完全吸住了。嗯，感谢金牌毛巾。
感谢金浩毛巾。哦，金浩毛巾。还毛巾？啊，金浩，你说了。金浩，我受不了这个。金浩毛巾。为什么要小尾巴？这就是如果落水，立马就能看到你。哇，这个不是悠悠吗？对呀，啊，悠悠嘛。做一些动作。对呀，啊，脚下面，脚下面了。对，啊，做一些动作。对，啊，做一些动作。哎，精神。哎呀，这鞋有问题，这装备太多了。哦，来了，小心啊，不要站太旁边，我怕万一从旁边斜出来。这个冰草人也卡住的感觉。你别忘了这三吨的最刺激，这个比那个刚才晒太阳好多了。哇哇，来了，哇哇哇，来了，哇哇哇，有点激动啊。哇，一卡就碎了，这不能卡。哇！哎，下去了。走啊！这不行，这不行。哇，里面全都是，全是水。哇，里面的水怎么办？哇，朋友们，哇，朋友们，哇，啊，往前，过来，往前，先把水弄出去。对，哎，怎么一点都不出去啊？不对，快停。他在往里渗。我觉得我们滑吧，走，滑，我们滑吧，不要管这个。哎，一，先走，一二，我们是四个一二。哎哥，你要那边给点力啊！偏了，一二，深一点，一二，给点力，怎么样，哥？有力。我们要正门啊，我们的家人都在看啊！啊，我怎么感觉我家人没有在看？一，你看这个太阳人啊！一，哪里太阳人啊？真的，一，我跳下去点他，快点！一，要大力一点，哥！一，二，一，给点力！你们俩没看见的又偏了！我们吃了吗？快！来。1, 2, 3,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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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点事情啊，水快满了，你们要我不行，里边太多了，已经化了，朋友们。哎，我们三个在后面推呢。哦，可以啊，行吗？我们三个在后面推吧。游吗？我们游。对，我们游可能会比较快。豹哥，好滑！追，追，我们一二三 ，5, 6, 7, 8, 9, 10。不然你们推右边，你们推那边，我滑这边，是不是？哇！快走走走走走！哇！我们要出海。太精彩了我。我们中了这个太重了推不动。
真的在往前吗？我们现在没往前啊。哎，我在原地打转。哎，已经化了，朋友们。哇，我脚都踩出去了。我旁边这儿已经，我觉得啊，可能到最后终点前你们推的是我，船已经没了，胜利就在前方。哇，哇，没了。别推了，夏尔，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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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我会去。我如果掉下去，大家要救我。不要放弃。夏尔，你扶着我，我也下来，咱俩一块推。要不要？你不要，小心小心。你从这边接我。哎，你不要跳这里，这里尖的。我从这儿下。后面，对对对，这你右面，你右面。哎，跳，往后跳就好了。一二三，走！李姐丽，哇，就在前方。一二三，走！兄弟们。就在前方，就在前方，快快快快快！拿最大一块就好了，最大一块，快快快！我们整个船只剩这个，我们的船没了，就剩这一条了。哎，这是我们的奖杯，我们庆祝一下。好像奖杯啊！耶！上船的时候有一种赢得了世界的感觉，但回头一看才那么远一点。我以为真的到对面岸了。哎，对面岸好像不是那么远啊，有一半的距离吧。差不多。那来不来？好，来。有。拍个照吗？拍吧，拍吧，来吧。朋友们，别理他，别理他。够了，你让我们休息两分钟。不要理他，家人，不要理他。你理他就会得，你让他注意演，你看他尴不尴尬？对对。太阳马上西落了，我要上班了，明天见。明天见。拍照在哪里？那么远。自拍从这里。对啊，这里嘛。有个太阳。是啊，拍太阳。太阳人，他在我们后面嘛。好，我们就这样。太阳马上西落了，我要上班了。别理他，别理他，别理他，别理他。我要上班了。我们太阳人去哪儿啊？
结束了吧，今天。加油，加油，一、二、三。我本来以为三吨的冰起码三小时都化不了，白雪那么凉，三吨的十五分钟左右就化，这化没有了。到那边的肉眼距离其实根本不长，300米嘛，说了吗？300米。在太阳的照射下，三吨的冰船在海上航行300米就已经融化了。那么冰的融化是有计算方式的吗？冰块在水里比在空气里融化的要快得多，这是因为冰要融化需要跟它接触的物质给它提供热量，同样体积的水和空气，水能够提供的热量是空气提供的大约3200多倍，那当然在水中的冰就会化得很快。冰在海水当中比在淡水当中融化的也要快一点，这是因为海水里有大量的盐分，冰在融化成水的时候，融化出的水融入了盐分，形成了盐水，冰点降低，它就很难再重新凝结成冰。所以在空气当中能扛很久的三吨的冰船下到海中之后，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就瓦泄冰消了。要回去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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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吧。哎呀，醒醒醒醒，王嘉尔，王嘉尔，王嘉尔，我睡的人都死。你睡了？你睡了吗？我好累啊，真的，一路啊，我感觉屁股都湿的。啊，怎么了？是不是之前穿那个衣服？哦。哎，有只猫。喵。喵。喵喵，还给我吓跑了，不好意思，赶紧，我天哪！我们去做一下今天的总结吧。我喜欢这张，这张我这个表情我喜欢，自然，狰狞的表情。哇，已经有照片了。啊，这有相框。我们给放相框了，一人来一个吧。嗯，对，我来放这张，我来放这张。嗯，放相框里啊。嗯。走吧，一人拿一张吧，放到外头。哇，大哥们，我们的回忆啊，这是。真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回忆。所以你说，咱们到底学到了啥？说真的，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就是网上就大家已经知道的事，不要去试，其实意义不大。你说，对，你学到了金号毛巾真的好用，真的是你行了，陈飞宇，做人不要太过分，适可而止，我受不了了。但是今天有一个我一直是知道，但我从来没干过，就是那个太阳能啊，我只是闪了一下，我当时手就好像就有一点有问题，冒烟了，我的手毛。今天下午这个三吨重这个冰块，我以为这个东西推到海里面它会很久的。哎，我们先走吧，先走。画画，一、二、三。但是我没想到是，它画的过程中，首先画掉的是这个旁边围起来的这个交界。已经画了，朋友们。一、二、三，走，给点力！哇，就在前方！哇，那么多技巧，
谁能先看到太阳？太阳是从这边吗？我觉得看不看呢，我觉得不重要，重要就是我们一块儿去干过这个事儿。我成功了。好吃。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哎，这是我们的奖杯，我们庆祝一下。耶！这种事什么时候会去干呢？可能就是十来岁的。十来岁啊，就是好奇吧。对，就是。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是就算你现在有时间去旅行啊，或者去放松，你也不会做的一些事。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奇奇怪怪的、好玩的，也有一点点科学的。古埃及人利用日光投射在方尖碑上的影子来判断时间。与其相似的原理，古代中国发明的日晷，它的形状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时钟。1930年，法国天文学家贝尔纳·费迪南·里奥受到日食的启发，发明了可以观测日冕、日耳甚至系外行星的日冕仪。1839年，19岁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在父亲的实验室中无意间发现了光伏效应，44年之后利用此原理的太阳能电池诞生了。近年中国自主发明了效率优于多晶硅的单晶硅，打破西方对光伏技术的限制。1962年，法国的工程师费利克斯设计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炉，它是最快捷最清洁的高温材料研究设备。太阳能电池也被利用到医疗领域，用于为植入体内需要持续供电的医疗设备充电。去找真相就是嗨饭。走了走了走，赶快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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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去找那个月亮大人啊，又把他扑倒在大海里。对，看你是不是越低越能看到月亮。本期节目联合微博开启嗨饭派微博玩家的互动互动，多种音频视频即时活动不定时派送，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和嗨饭探索员们一起开启实验旅程。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 首席热门户合作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百家号、网易新闻客户端、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国网、天翼超高清好看视频，对节目的大力支持。